그것도 있다라고. 그 아주 이유가 다 중심에까지가 그 하이번이. 싸움이 뜬 게. 아, 저 하이번이 가는 지금 지금 아는 지금 하이번 지금 하이번. 내가 나랑 함께 수업이나. 就是这老师，那还给他干一个，该过独立，给他独立能干一个。好，就等于以后反正以后你们这结束的，你要多看他，那该不是怕，你可以多看。你要多录。啊，他多录，我多录，你多录。看了。多录，我多录，你多录。啊。 那后边我们这有个有个有个要拍的，这个是放在这上面的话，放上面的，这有个细节，这里有说，如果我一个反，如果说这个设备朝上，你说那个设备朝上，图案朝上，这里有个那个。 应该是拍那一部分吧，剩加油那一部分吧。加油那些东西。啊。加油预热的时候，应该要跟你们解说一下。这个没有，别的事给他装的，那个装好了，从这个装里面。进门了，进门了，进门了，还侧面了。 把它关掉，关了以后再把这个阀门打开，就是把那个水打出来。这个不是，那个边上没搞清，就扔了那个边上。这个为什么不行？ 拍什么最好的？拍就是最好，拿着什么调节，拿着这个长了以后，只要我们调的短的就要拍了以后，在我们那儿调了以后，再长的又拍一下。你说到什么机了？就要上我的。这个半钟头，这个特级。来，现在调那个水量大小。调节水量。啊。这就是这样说吧。嗯。就说这个水要需要大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上面这里松开这个螺母。 这个螺母是松开，松了要这个要活动，这个活动以后，这里已经松开了。需要大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这里还有个螺母，这个螺母我们就需要大的时候，我们就退。
往这个方向。我们这里有个指示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属于大，这个属于小。大的话，我们就往这边退。这样等于是大起来了。如果你调到需要大的、需要多少的容量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个螺母锁死。这个一定要锁死，不锁死的话，这个容易松动，会把那个螺母拉坏的。一定要锁紧。这是一个水泵的调节，在我们说的这个薄膜长度的调节，薄膜长度调节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有个这样的调节器。调节器我们这里也有个指示，也有个大，有个小，也调的方法是一样的，也是把螺。螺母是一定要松开的，不松开你那个螺丝拧不动的，调节螺丝拧不动的，也是有这个指示，有大有小，需要长的话，你就往这个大的方向。哎呀，你退开让我这里。这个一个调节螺丝，你就往。需要大的话，就往这边大的长、大的走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最后让我在里面拍一下。嗯。调好了以后，还是这个螺母把它锁死。嗯，这边。这样就已经调好了，反正需要调的时候，你调到一定的需要的长度之后就。哎，这个你要不要说一下？这个薄膜的那个膜。对，我们是这个移动啊。有的跟缩一下就缩一下行了。这个一个模型在这里，在这里是吧？那膜重的话，这个膜重叠的时候，重叠的时候啊，有个后面调节就是重叠。这个问题，当我们这个膜缝在边上的时候，就是缝在不中心的时候，有一边多一边小，它就缝起来就不中心。就是我们这个，这是已经是标准的中心了。如果假设这个没有偏的，要缝个偏的看一下了。中心的时候，就缝口在左右的位置，不中心的位置，我们就有个调节的方法。比如说这边多。它这边重的多，等于是这边磨多了，这边磨多了，我们就从后面调节。现在是这边多了，这边多了，我们现在把它，这边等于是这边多了，我们现在把它这边松掉，松到这边以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手轮退了以后呢，再把它这边锁死。锁死了以后，这边呢也要把它松掉，这边也把它传过去，等于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膜整个把它移过去了，就是这个的道理，再把它锁死。锁死以后你再封起来看有没有达到那个要求，没达到那个要求的话继续再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反正那个字母那个印字的应该再说一下，应该抛弃一个调节那个什么，需要今天就是说你要做的工作量的话，你先把这个技术层退掉，我们可以把它退整为零，先把这个清零的话就是往上，这等于清零了，你这样就你就可以工作了，就知道一天的工作有多少了。